在禁区附近，这球只剩下4.6秒了。林浩抓球，林浩得三分。各位讲说 ，What a tough shot！Eric Collins 讲得好兴奋，林书豪得17分了。在林书豪命中第二颗三分球之后，他们现在是72-74，只有两分差了。So he's going away from the basket, able to square his body up, catch and release before the defense can really get there. Good movement, unselfish play. Then, Dale Curry 说。Good movement, unselfish play, Lane. Down his second three-pointer tonight. 然后说他这是他今晚的第二颗三分球。剩六秒，这是 Kevin Martin. 然后你看，前面打了他一个，然后你看林书豪过去守他，好，他们两个人把那个 Parker 搞了一个失误，又要进攻了。你看，非常勇敢进去，这个被打的火锅真是永不可当啊！没球就切入，没有。哇，你看他追着他跑，哇，在，哦，没有进，啊，林书豪抓了篮板，进攻，林书豪跳起来三分球进了，板凳全部跳起来，你听那个全场的欢呼声啊！你看看刚刚林书豪这一颗了不起的三分球，现在。黄蜂已经75-74领先一分了，他们最多的时候曾经输到23分。哇，你看他多高兴！哇，把队友，哇，他跟 Kemba 也很高兴，哇 ！Can you feel it？Eric Collins 兴奋的不得了，说 ：“Can you feel it？ 能感觉到现场的气氛快要暴动了吗？”哇，你看所有人跳起来，你看林书豪，哇，叫大家一起来欢呼啊，一起来加油啊！你看，他们刚刚 Eric Collins 说，他们本来输最多的是23分，现在已经反而取得了一分的领先。林书豪刚刚这个第三颗致命的三分球要回领先。Welcome back. Let's take a look at tonight's.第四节7:59，林书豪在弧顶给小杨空档三分，78-76，林书豪给小杨。小杨给小明得分，人人有球打。这个 Harry Collins 乐得不得了，然后你看黄蜂赢得80分了，哦，比那个前一站哈，就是马刺对勇士，比勇士的得分 还高，哎，好像是黄蜂厉害得不得了的意思，他真是乐歪了。两分的时候他挖你的又得两分，现在双方又拉平，现在换黄蜂进攻，林书豪又得两分，再取得领先。你看 Eric Collins 多兴奋啊！林书豪22分了，林书豪又在防守他，丢出来。啊！林书豪被判犯规。现在看重播。Eric Collins 说 ，Jeremy Lin 他有一个 tremendous game， 他现在得了22分了。Danny Green 要罚第二球，两罚俱中，82-82，又平手了。现在双方82平手。Aldridge 林书豪抢到篮板，
继续快速进攻，给您把球丢给林书豪，林书豪三分球进了，85-82。重看一遍，等下你看林书豪在拍掌，你看他拍手跟他要球，你看，你看他们多兴奋啊，全部人站起来，林书豪很高兴。Stephen Reddy 说林书豪有个 explosive game 爆炸性的比赛，他说那个林书豪已经三个三分球了，讲着讲着他的投球没有进，林书豪又抢到篮板在禁区附近，你看他抢到他 这场的第14个篮板，鞠躬结尾。在下面 Walker 罚球以后，现在换马刺进攻， Aldridge又得两分，86-84，他们又只领先两分了。来到第四节，2:45，这个 Eric Collins 又要大大推屈林书豪了。How good has Jeremy Lin been on a Monday night in uptown? In 28 minutes, he's got 25 points, and the Hornets have needed every one of them. 他说，在28分钟之内，他得了25分，然后造成现在黄蜂队领先。现在看林书豪的精彩重播镜头。Jeremy Lin, our strike player of the game, 25 points, 10 of 16, 4 of 4. He hasn't missed a three all night. We're going to show you a few up right there. Don't guard me. I'll knock down a shot home. I'll fall through and turn to the crowd. Play pick and roll atop the middle, shoot over David West. And then Nick Batum says, here you go, buddy. You're open. Catch, fire, release, knock it down again.讲了太多的好话， Dale Curry 对林书豪讲了太多的好话，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大家看就知道了。Lin with 11 fourth quarter points. 他说林书豪在第四节已经得11分了。然后 Corey Lee 在第三节打得很好，啊，小明两罚中一，87-84，他们还领先三分。Corey Lee 在罚球线附近，林书豪追上去，啊，再去防守，啊，奥嘴开始捞他，没有捞到，奥嘴得两分，现在又来到一分差了，现在换黄蜂进攻，先把这些，哎，看啊。他肯定想给林书豪，结果失误。马刺进攻 ，Parker 在篮下，他没有投，丢给 Danny Green， 啊，丢给 Danny Green 来，他要投没进，林书豪又抢到篮板，再进攻，哇，他两个硬抢，结果跳球，刚刚重播。林书豪要跟 Danny Green 跳球，哎，他跳得比他高，但是，哎，林书豪后来抓到球，好，现在 Kemba 抓到球，这球后来裁判是判林书豪犯规，实在看不出来他到底什么地方犯规了。来，所以林书豪犯规，而且是从这边的裁判吹的，这边裁判没有吹，他吹他，因为很奇怪，到底什么地方犯规了？没人看得懂。Kevin Reddy 也不以为然。Kevin with a hip, looks like he was trying to box him out.